喊，你觉得今年谁帅谁最优秀？这太低级了吧！我想要问一下，你觉得今年是哪一个 YouTube 的衰退最严重？哇，这个问题这么辣！想问你一下，今年谁衰退的最严重？我女朋友看到都……哎，真的都是奶，为什么？对啊，我看的全部是奶啊！她是女的啊！我平常不太看奶妹，屁啦，她每个都在露奶、啊。这个回去会剪吗？都是女的啊！而且是大奶的耶、哦！看你的 IG 的，你都看女生吗？哇，她全都是色情的耶！还有看阿弟，然后还有看女生的奶。你有什么 IG 啊？你很色哦，色，很色。就是 I like。你为什么？他说我很色啊，很正常啊，男生都很色呢。哎，我没有，哎，我没有色。哦，你没有？那你的手机呢？我没有带手机。想早安。晚安。早上九点。然后就去化妆，等下把衣服印在那里，可以看他两片。有红地毯一个，颁奖一个，只是没有入围的，只是颁奖的，都是可以入选。现在目前的妆已经完成了，大概九成了。今天就是比较华丽的，华丽大地色系，因为今天蛮多粉粉的妆。包括我的内裤就是，因为他那件太透，然后你穿一件肤色内裤，不然就像阿妈内裤要被大家看到。也谢谢林丽老师，他们帮我们搞定了这一件内裤。谁帮？下计程车，他连入口在哪都找不到，然后一堆人在旁边围观我们，我们没有够像猴子的。要恭喜的是强强。结束的时候要挑一个你觉得最帅和一个最美的，现在好好开始观察。这问题比被翻车最严重还难。你觉得今年谁衰退最严重？衰退哇，你还真的问我一个完全没想过的问题。要我说的话，健保吧，因为他原本的品牌是三个女生一起嘛，他想要让他们独立出来，所以他还在一个阵痛期。对，分析的非常的正确。你觉得是谁衰退最严重？我就觉得七七老大啊。七七老大是谁？你觉得谁衰退最严重？身体的能力还是？不，我觉得九妹。那女优哪衰退最严重？山上优雅吧，退休的关机，所以她作品直接衰退到底。那如果去当女优，你就有价值什么？我认真的讲哦，如果是你说你要拍片的话，日本超失艺人这一套会是天价片，就是挑战的话，说不定签是有可能。拍的话，你会帮他分析他那一部在哪？我一定会。哇，谢谢你，我直接做一支专题。哇，好开心哦，谢谢你。我们今天要问你的是，你觉得今年谁衰退最严重？衰退是什么意思？脸部衰退，随便他定义。好好好，脸部好，脸部 OK。哎，既然这讲出来会，我觉得应该是阿迪，因为他之前原本都很认真在做训练，然后他现在体质变得很高，原来健康上面衰退。哇塞，衰退最严重哦。那当然是要讲一个没来的，是群人。哦，因为他们停更嘛。他算聪明，觉得今年谁衰退最严重？老师。每个人被访问时都这种反应啊？没有，就刘佩哥。欢迎刘佩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佩。你觉得今年谁衰退最严重？我觉得有两个人，第一个我。不能给自己。不能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有第二个人，阿迪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以前很帮助我，他现在都不帮助我，所以他退步。我阿木，我们很喜欢他，那我们问他一下。我觉得今年谁衰退最严重？都没有衰退，大家都维持得很好，不能超棒的。讲老高好了，如果以减少的流量来看的话，他可能减少了。我想办，翻股，因为他们掉蛮多的，可是孙生自己的反而好像不错，所以翻股要小心孙生，要破离间。太紧张。Hello， 哈哈，你好，我想问你一下，今年谁衰退的最严重？我。不能说自己、但说实在，你现在叫我一定要讲一个，因为其实我很少看、我也是，我不看任何人，真的。第一个原因是我很怕你受到影响，对，就觉得说、我的一些灵感然后会跟他太像，不然最近九妹拍一个我市场就可以了，对，因为九妹点出这一点，我戳中大家的心声啊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衰退，好像一直在走上坡。我没有，我当然不是，我没有。嘟嘟妹也是，对啊，人家嘟嘟妹也是。哇塞，这个道路是不是？我想一下哦，你自己有答案吗？我主要是七七老大。太真实了，就是。我觉得那个流氓，
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、啊。对啊，就是蛮可惜的，就让他可以继续加油。哎、欸，我也是觉得是。不行，他说过了。你说你刚刚你讲一个姓刘的嘛？嗯，他应该不会看你。我觉得你有答案，我觉得他有答案。刘，就是跟我们一样美国回来的嘛，照顾小孩很忙嘛。对不对？你觉得今年哪个日剧的衰退最严重？这个可以讲吗？可以啦。可以说 Fred 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跟大家有聊啊。月亮就是降下去了 ，YouTube 这边、哦、觉得有点慢。为什么？我就看到新闻了、啊，他们有报道他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看到他的东西就。我不知道这个可以讲吗？可以可以，真的吗？流氓哦，跟你讲，你可以啦，生活就是这样啊，有时候就 bumpy ride 啊，所以就然后就上去了。对，就是 keep fighting， 要加油、啊。我想问的话，你觉得今年是哪一个 YouTube 的衰退最严重？哇，这个问题这么辣、啊。对，阿迪，你要怎样帮助他来找我拍片？我带有各种事业，大小小平时都可以找你拍片吗？可以，欢迎欢迎，我都在等待你邀请我拍片。衰退的最严重，我自己就蛮严重的，不能说自己。Angel， 他比较多经营重心的，目前发在 IG， 发片量也慢慢变得比较少。可是我觉得他的影片风格比以前成熟很多，蛮希望他能够继续加油，然后坚持更新下去。好的，做这个节目的意义。没错 ，Angel， 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我想问阿汉，你觉得今年谁衰退的最严重？太低级了吧！好，那你觉得现在哪个 YouTube 最需要帮助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可以讲吗？好，可以讲。林静，因为我其实是林静的粉丝，我以前很爱看他创作，现在他走时尚比较多，所以我还是很希望他走一些很白痴、低级的东西。对，因为人都爱看低级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们也是走低级路线。就算你很高级，但你要做一些低级。全部是奶耶！你要看，我女朋友看到都。欸、真的都是奶耶，为什么？对啊，我看的全部是奶耶、欸。唯一一个不是的，是不是男男呢？我为什么会看男男？不是啦，你为什么看男男帮他解扣子这样子？好了，我们现在照你口味了，谢谢你哦。他带彩虹国旗耶，他都是女的啊。我平常不太看奶妹，屁啦，他每个都在露奶、啊。那我们可以看你的那个 IG 搜寻那个演算法的地方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不出都是女的。不是，这是我的工作，这是我的工作，好不好？带个圈圈。啊、哦，它是猫哎、欸，它是猫跟一些梗图哎、欸，所以你是猫派，不是猫派，它是猫派，好、哎哦、多猫哦，在 IG 搜寻什么什么 ，IG 哦，哦这个回去会剪吗？都是女的、啊，而且大奶的哎、哦，所以这一页它是依据我的喜好推给我的，对对对，你是不是想要看看我这个？有人有妹，不是会有妹。对，篮球有，篮球有，然后有些国外的东西，看你的 IG 的。你都看女生吗？哇，他全都是色情的哎。他有看阿弟，然后有看女生的奶。你有什么 IG 啊？你很色哦，很色，就是 I like。你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他说我很色、啊，很正常啊，男生都很色呢。哎，我没有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没有色。哦，你没有？那你的手机呢？我没有带手机。哪来啦？看那么多男生呢、啊，我靠！有啦，有女的、啊。很大奶了，见不得人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来，能做男男呢？还有周杰伦。我是直的，还有小孩。对，很多 gay 有小孩。还有烟雾弹。哈哈，我们那个，我刚刚看见东西打。他就是男人，健康女生，你是我的健康吗？哦，他的更健康哎，他健康到爆了，他是 NBA 哎，哇，这是今天看过男生最健康的，最健康哦，我梦想想加入 NBA。而且都是肌肉，对，他跟我的那个方向就很像，我的。你的也是肌肉。不是，你是搜寻男生的，我会搜寻女生的，搜寻同性。OK， 是你今天的搭档主持人。对，今天是我们一块颁奖。经常口无遮拦。嗨，真的，一定成为好朋友，一头莫大吉。好，那你们认真 re 稿。对，我们对，刚刚不是要 re 稿吗？我现在换第二套礼服，第二套礼服是颁奖用的背套。好，来，躲在那背盘里。这么多年来，第一位自行报名颁奖人，而且还报名成功的，哎，强强是怎么一回事？因为你们自己说叫我来观礼，我谁要观礼啊？连我连我都没围剿，观礼个屁啊！让我很强啊！不好意思，红毯也有了，来当颁奖人，我该来的就装什么鬼啊？你有不要人家来选的话，你进了
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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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欢迎熟读外国历史很不受控的 Chip， 以及拥有丰富外国情史更不受控的强强。这个是走中奖的颁奖现场，这是 Chip 准备颁奖了，来。入围的有。入围的你打开来啊！你没有入围啊？是？对、哦、对。你要先摸咪咪吗？先摸咪咪啊！颁完奖了，还可以接受吧？对，很好。